即将发行正规四辑 Palette 的 IU 近日确认将通过韩国的知名音乐节目正式开启回归活动。 IU 所属经纪公司方面也在18日向媒体透露， IU 将在23日的音乐节目中带来回归首舞台，以此为开端正式展开新专辑活动。据悉23日的音乐节目也是 IU 继2013年正规三辑Modern Times 活动后，时隔近四年再次通过音乐节目舞台与大众见面，也因此引发了大量关注。另外 IU 的正规四辑 Palette 确认将于21日正式发行。